我是希望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Pipi，是今天的女朋友。才玉安跟赖雅妍之间只能选一个当你的女主角，你会选谁？哇哦，我还是于安吧，因为我觉得爱上哥们的时候没有跟他那么的很好的互动啊，或者是一个戏剧里面的那种 chemical 出来，所以下一次可以跟他有更好的成果这样。那为什么不要赖雅妍？雅妍姐是除了哥的，雅妍姐是除了哥的，雅妍姐是除了哥的，是除了哥的。